喜欢喝水吗？喜欢。那你已经爱上72%的我了。我想跟你谈恋爱。那你先还好这件事再说。你在干嘛？你就是我的全世界啊。爸。你比较喜欢狗还是比较喜欢猫啊？猫啊。喵。无聊。我可以跟你谈谈吗？好啊，你要谈什么？谈一场恋爱。去死吧！我最近好倒霉哦。怎么啦？因为我把所有的好运都用在遇见你身上。如果中错的话，你会怎么做？全部拿走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人是你的。那如果金城武跟我，你比较喜欢谁？当然比较喜欢金城武啊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爱的是你。维珍，我可以请你吗？当然不行啊，白痴哦。那我刚刚说什么？我可以请你吗？啊！下午5号，大东文化中心伴手蛋等你哦。